我觉得我跟瓜哥没有，就是没有什么很尴尬的说法。我跟公司有去谈，就是说可能我就是志不在此。对我来说，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男生，这样，然后文质彬彬的。你会觉得他幽默吗？他幽默吗？还好。熊泥土消失胡瓜节目内幕，展江大成两大优点。我觉得演艺圈没有自由啊，也没有自己的生活，就是习惯就好。这一年吧，然后遭受很多酸民的攻击。我觉得他骂我或怎么样，我都觉得那你要骂就骂吧，反正这也不是事实。可是就是当他骂到我家人，我哥哥在天上，那他觉得很丢脸什么，就是这种我就会很生气。21岁的啦啦队队员熊妮去年被爆被胡瓜毒宠，接着传出和许巍儿子江大成交往，事隔半年爆出解约经纪公司的消息，熊妮也透过三立新闻网专访首度说明解约内幕。我跟公司有去谈，就是说可能我就是志不在此，因为当初进来是因为最强综艺秀，然后是表演型的形态的节目，但因为没多久就是综艺秀就收掉了嘛，那就变成说他就把我安排去集合，但因为集合对我来说就是玩游戏，然后不是我的强项。就去了一段时间，我就发现我一直在看医生，因为像我有一次集合结束，然后我就是阿基里斯腱大发炎，然后我到医生那，医生就跟我说，你只要再激烈的再跳一下，旁边的韧带就会断掉，因为整个脚已经肿起来，然后发烫的那种状态，就是很严重的那种。就我到后面，我是完全那一场录影，就是到后面我就没有下去，因为我没有办法走路。说国标，你现在还在教课吗？现在还有在教课，对，就是现在大概重心比较多是在啦啦队，然后跟教课为主，这样就回以前的老本行。可能我更喜欢的是站在舞台上，或者是走教学这个路线，因为对我来说，就是主持可能就不是我这么擅长的。就我觉得我本身很偏内向，这样子，就我没有办法很会做效果这样。自认个性内向，当不了综艺咖，未来熊妮也将迎来新身份，打算要在台北租一间教室当舞蹈老师。面对感情，则保持着开放的心态。所以，那你现在就是依然就是单身？对啊，就是保持就是私人的空间。那你会不会觉得，就是原本其实跟瓜哥合作的还不错？我觉得我跟瓜哥没有，就是没有什么很尴尬的说法。你会私下跟他联络吗？也不会，因为除了节目上，可能他会直接就是把大家就是说怎么样面对镜头会更好什么，但是其实私下就是大家就是各自就是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联络的。对我来说，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男生，这样，然后文质彬彬的。你会觉得他幽默吗？他幽默吗？还好。我就会觉得不需要，就是这毕竟是我们自己的私人生活，就没有必要就是跟任何人去说什么，就是保留我们个人的交流空间。可能25以下不会考虑，因为我很成熟，所以我会觉得25岁以下的男生可能没有那么成熟。嗯，差不多，大概10岁最多。